搭档了这么久嘛，然后也教了他很多东西，然后还是我觉得还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吧，还有更长的时间嘛，所以说会越打越好的。因为碰到 Mako 的话也打了好多年了嘛，然后也以前看过他视频嘛，所以说都挺了解的，然后跟他打的话这赛季他打得也特别好嘛，所以说各方面都要注意他吧，因为视野啊还有线上都要注意。哎呦，感觉想放啊他这个无敌啊，无敌了吗？空翻了，完了，没选到。他觉得是力量不太好配阵容了吗？哇，但人马的胜率大家也看到啊，很低，真的，他对赢一场不容易。而且我跟你说，小威在这一场就这个赛季里面，其实他人马用的不多的。但他选船长，我觉得也没啥问题啊。我觉得船长好。奥恩，奥恩，杰斯，哎呀，还是选了个补伤害的嘛，也是 OK 的。但是就始终感觉没有船长稳，对吧？就左边一旦面对到四保一阵容，你就冲阵，尤其什么左边是现在最后一手确定了杰斯以后是 poke 嘛 ，poke 然后加那种四保一扭扭捏捏去打的这种。现在杰杰是一个双核卸开，因为下路被压线嘛，所以没办法。不过人马杀了个回马枪，一闪，这波新疆哥很危险，新疆哥被踹了一脚，这都没死吗？要硬杀啊，小威。硬杀，哇，真杀死不掉了。而且他知道乌迪尔在下路，所以他这里也不慌。这里想越吗？五级的乌迪尔有点不太敢越过来，想拍，哎呀，拍 不太好打的。他拍谁都不合适，你知道吗？而且羽毛已经在那里放好了。乌迪尔来了，但是发现这个酒桶，两边人都在，这波要看小虎能不能顶住啊。小虎好像有，那边被拍了一下。这一v一，小虎在等技能，先打谁呢？有点犹豫，还是要打先打小虎。小虎先喝一口酒，沈阳哥锤了上来，但是空中被小威给带走了。我小兵很给力，但是小威这里应该追不上了，反正被拍一下要在塔下晕死的。下路刚看一下又发生什么？闪现追啊！哇，我还以为是锤石闪现勾呢。这 RNG 下路打得好凶啊！因为是人马过来了。对的，是肉身开团。沉下来，那就小威这边等级有点低，落后的有点多了，但是有疾跑，这里的话应该能走，得不一定，下一个盘要追，完了，盘长拍出来了，哇，直接被拍死了，是的，七级，等级领先太多了，这个等级怎么这么夸张？小威这边有六级，这里发育，沙皇过来有点危险，这个位置很危险，要死了，推过墙了，漂移走，漂移，但是这个双叶先给大，直接给大，逼闪了。挡一下，再抬两个。哎呦，这一下进化叫出来，直接给一个虚弱。嘎啦也是交进化，但这波的话，两边互换一下技能，应该是不能再打了。这边点燃也掉了，乌迪尔在旁边可能会有点危险。不过嘎啦刚才的大招还在身上，没有去用。Mako这边要勾啊，直接一走。下路要放先锋了，萨勒芬尼也来，这里下路缺塔要没了，但我拉住。直接拍嘎啦，这姐胆子好大。逼你走嘛，要拿塔的。人马和沙皇在中路倒勾了一下，没碰到小野低，这波可以反击的机会，这好像是酒桶的一个 TP 吗？酒桶赶过来，这波闪现过来想拉，没碰交出自己的闪现，但是酒桶怎么办？落这边抬到两个人，找不到杰斯，全视野被秒了，外挂感觉跑不掉。这里的话还有一个过来的盛江哥这里也有危险啊，被推了一下，哇，这波萨勒芬尼的大招没有能够留住人马，弟这波炸穿，一波零换三。沈阳哥也死了，乌迪尔居然活了下来一丝血，这波感觉有点太要事情了，有点得理不饶人啊！对，拿了一血塔，你经济并没有领先太多。是的，这波 RNG 的下路打得很好，直接魅惑踩两个炸，这波还是 EDG， 我觉得有点太要事情了，太要事情了。在对方就是中上都有 TP 的情况下，这样子压，有点。给机会，这把如果往后拖，好像有点想法。沙皇，沙皇主动出击。沈江哥自己也挺危险的，交出一个闪现，两边的挂了一波闪，但是没炸死，伤害并不够。不过人马打出来了，没啥伤害。人马伤害没交大，人马有大的，但是因为那边没视野嘛，他不知道中路放先锋，这应该是想这个中塔应该是能拿掉的。不过沙皇在往过赶了，沙皇人马，这可能又会是 RNG 的一波反打。我们看一下落这里是有大招和闪现的。怎么说？要他，刷这个一技能 ，Vapor 直接交出你的 DF 二连，
但这里的话，酒桶来了，酒桶来了，要上 Viper， Viper 点那个灯了，回去的人还是被砸炸死了，没有伤害点了。这波萨拉赫林第一时间不在啊，意义又露出了一个破绽，被 RNG 痛击，然后小龙可能要最大的一个核心点不在，那没有萨拉赫林。看洛这里开大，异形刷的已经很好了，但是 W 还是往起抬 ，Viper 的双张被逼了出来，第二波进场，然后又是酒桶的第三波进场，这个是一个三打五。三打五敢这样压，我觉得 EDG 太拼了，只能说是的。下一波小龙，我感觉 EDG 最后一波一定要打赢的话，正面啊，就这个下路走位就感觉很吓人。但是乌迪尔在旁边，这嘎啦这么拼吗？这波他直接也在，有大招。小薇先准备打谁？没有着急放自己的大招。哦，这一波开团没有开起来，而且嘎啦怎么都是往脸上闪现的？就是你第一时间看到嘎啦跟那小迷啊。吃了挺多亏的，对，飞过来了。这美口这边应该是交代了。那大龙还中计了呀？感觉这个大龙，其实我觉得 RNG 打会给机会。下一波团战 RNG 的核心目标点应该是这个萨勒芬尼。TP 想包萨勒芬尼，咱们直接交期。哦，沙皇大招有没有？没有。大招还没好。这个 TP 不交是必死无疑的，后排过不来。其实这波 EDG 挺强的，我觉得。勾到了酒桶，要开吗？坐这边抬一下后边，但是厄斐罗斯那边输出还可以。反正看大招，大招赶紧溜。被大招给到夹了，夹到一个秒了。这波 EDG 还是很猛的，小虎这边可能也很难跑，小薇也倒地。这波可能这一波要大龙了。RNG 在这段时间稍微有点上头。其实这段时间嘎啦没双招，还是应该避其锋芒的。是的，这边还要想反打，其实还没起来的。杰斯在旁边的一炮打得很痛，而且萨拉芬尼大招给到了，萨拉芬尼魅惑到嘎啦了。这一波 RNG 痛失好局，前面的努力都白费了。魅惑这一勾啊，很关键，小虎失勾。这波圣山哥伤害也拉满了。是的，杰斯这波战力是很强的。来了。这个抱团抱起来一定就猛了呀。是的，这家伙有个大龙 buff， 而且现在主要是伤害能力不太够啊。小薇被打成了残血，这个就是这个阵容最无解的地方。看下波的龙魂团吧，这段时间两边应该是会比较小心。九桶下来还找找机会，但没那么容易。大招给交了，魅惑到了九桶直接交闪。那酒桶又没闪，俄斐琉斯的输出环境就会多一点，但有可能拆不太起来了。还想这边想开吗？开不起来。没口 EDG 爆团爆得很好，哇，这里野区是完全守不了，一定要先秒掉一个双 C。15级打12级，那开不起来呀，人马过来怎么说？哎呦，人马真的往后拉了，那 EDG 要打了。哦，三个分金大招被摸到小明，小明被一个双一，小明这边的血量有点低了。还有一半的血，打得并不快呀，放了个真眼，知道再打了。4000了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下来。没想到，确实拿到了大龙。这应该是把普攻带走的。人那这场比赛基本上可以宣告 ADC 能够扳回一城了。这个最高的这个装备，哇，这一炮嘎达三分之一血量没了，这个装备就很安心。罪名，双一直接先打招。哎，那到底侠的什么机会？不过太能来了吧，能开起来吗？来了一下，这个杰杰还是没死，反而是洛先被秒掉了。打了半天，这边的蓝色刚还是满血，吃不住呀，要一波了感觉。小虎也被留下一波了，记。这一把 EDG， 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一把是我第一次见，就真正的见识到萨勒芬尼的威力。这就像，有点像以前那种情侣宝石，对，阵容中期推进太猛了。哇，这边大招躲一下，但是被蓝衬直接带走，打了一波完美的零换五。零换五，等一下还是中路那一波，就中路那一波把那个被锤石勾到，然后打了一波大龙没了之后。游戏就彻底失去悬念了。是的，但在那之前啊，尤其是上将给出73开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时候远没有那么大的劣势吧。是，那个时候就是阵容 EDG 还没有完全的发力，但 RNG 反而是不履薄冰。下滑可能要考虑一下这个继续搬萨勒芬尼吧。萨勒芬尼这个问题，因为萨勒芬尼这个英雄第一场他们是办了，但是第二场放出来，明显感到 EDG 这个体系应该是有东西的。而且圣山哥这把继续的遭到针对，但这种就是老牌上单的能力啊。打出了全场最高的伤害。而且几波关键的团，其实圣山哥从侧翼的插入
是很好的击毁了 RNG 的后排。精彩，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 MVP。这边给到的是杰杰的乌迪尔，405的数据。我杰杰一次没死。成山战比你看一下有多少兄弟？46%，都打他身上了。都打他身上了。主要这个杰杰每次都是虎口脱险，其他四兄弟都是在后面的呀，只有他一个人往里冲的呀。对吧，姐姐有点猛，而且乌迪尔这个英雄拿出来，再加上自己上下两路对线的一个优势吧。